台电南部展示馆。台电南部展示馆于民国1994年8月31日开馆以来，秉持诚信、关怀、服务、成长等原则，提供民众了解各项电力设施、各项节能省电的方法及可能发电的资讯。馆内除了多元化的电力相关展示外，更强调地方特色、地球本土化、生态保护等展示。即时显示核三厂风力、太阳能发电机组、发电状况及核三厂进水口海底珊瑚的保育现况。馆内环境，台电南部展示馆位在垦丁国家公园的南湾海域，坐落在后壁湖游艇码头旁，占地6公顷，位于核三厂内。馆区规划包含了主馆、副馆、商展馆、乡土植物区及游戏区。馆内展示内容，馆内一、二楼展示厅共分为6大展示主题：4D 立体剧场、地震体验屋、咖啡屋及哺乳室等设施，介绍电力的发展，还有世界电力的发展、核能发电的历史、工程与台电的信念、绿色能源与节能减碳等内容。在1楼项目包含了其实资讯区、共生、深耕、永续期刊区等、台电影音、4D 立体剧场及地震屋体验等8个主题空间。二楼的展示项目有发现、运转、专业、电力、溜滑梯及咖啡屋等5个主题空间。